当做奶茶吗？当然能。Everything sucks. Just kidding. Everything is great. No, really, I haven't thought about my ex. Stay away. But I went outside for them.老板，你能用草莓做饮料吗？两款草莓饮品马上安排。神话星球，神话星外星球，你想知道神话星球的话？哇，好美呀！第二款更美。哒哒哒哒滴啦，哔哩吧啦，哔哩吧啦，哒哒哒哒啦哒，哔哩吧啦，哔哩吧啦。老板，你知道 QQ 糖怎么吃吗？两种神仙吃法马上安排。一、普通吃法，橙色 QQ 糖热水融化，加点橙汁，搅匀，倒回橙子皮，冷藏三小时 ，Q 弹的果冻搞定。二、草莓 QQ 糖隔水软化，加工牛奶，冷藏备用。十颗 QQ 糖，洗热水澡，放凉到奶冻上，草莓布丁完成。窗外的天气，就像是。老板，你会做绿色的饮料吗？三款绿色饮品马上安排。他开着邻居家的左右塔，追着日落，被父母说是最危险的地方，他都去过。这不够绿呀、那你试试第二款。那第三款呢？老板，你会做奶茶吗？当然会。老板，你会做雪糕吗？当然会。小法，我想吃玫瑰波波球。让这个夏天天气凉快一点，西瓜甜一点，种下着风。没有下桥流水人家，我们有冰淇淋，还有冰镇西瓜，西瓜味夏天。老板，你知道西瓜怎么吃吗？三种吃法马上安排。第一种，西瓜捣碎，加冰块，雷碧，养乐多，做法简单，超好喝。第二种，西瓜切丁，雷碧烧开，放白凉粉，咯楞咯楞，倒入冰格冷藏，这是水晶西瓜冻。我肠胃不好，吃这个不会串稀吧？那你试试腹泻克星布拉迪益生菌，人宠通用，我的玻璃胃就是它调理的。那第三种吃法呢？先把西瓜冰块、茉莉花茶打成冰沙，西瓜丁加波波，倒入冰沙，再加上奶盖。你喜欢哪种吃法？